你好，打扰一下，请问你有没有单身？单身。我帮你找啊。你有空吗？有。好啊，太棒了。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还是女生？男生。男生，好，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？善良就好。哦，喜欢善良。善良的男生。人品正常。那你做什么工作的？风险管理。风险管理。那你自己很会理财吗？不会。那你会帮银行管理风险，你不会帮你自己管理风险？不一样，不一样面向。休闲娱乐。起重机。起重机。真的假的？你骑哪一台？我都租车，我都跟租车店在一起骑。哦，好酷哦！可以骑到多快？看路段哎、欸。对啊。天哪，好专业哦！你最快要多快？100多。100多。哦，那也还不会说很危险驾驶的哈。应该不会。不会，好好好，100多。你骑过那么多地方，你觉得最舒服，或者是你觉得最好玩、最有意思的是哪一段？可以推荐给大家。北海岸吧。哦，因为最漂亮吗？因为我比较喜欢骑直一点的。哦，直线，因为可以加速。好。哪一台？哦，撞车过去了，撞车过去了，马上有撞车过去了。刺青是什么意思？可不可以解释一下？刺青哦，刺青。Only when I feel pain, will I feel alive？ 哦，我感觉痛苦的时候，我才觉得我是活着的。好，你去逛街，我赶快来帮你找。尽全力找一个适合你的。好，拜拜。你几岁啊？你几岁啊？18。18哦，太小了。我们找一个，你几岁啊？对呀、啊，他比较大，他25岁，他也是重机，很正。拜拜拜拜。重机。现在我在找东区的重机店，都很远。最近的在建国南。觉得你会在这里？对。打扰一下，请问你单身吗？我已经。你好。打扰，请问你单身吗？没有。外面的红牌重机。那你有没有什么朋友是骑重机单身的？因为这女生蛮好的。应该没有。没有。好吧，好吧，祝你幸福，拜拜。你好，请问你单身吗？不是啊。祝你。帅哥，请问你单身吗？不要。好吧。我现在在东区找到一个美女，很爱骑重机，可是我在东区一直找不到骑重机的女生。好好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拜拜拜拜。我找到一个女生，她很爱骑重机。如果你等一下有客人，你或你朋友，你就跟我联络一下，好不好？麻烦了。好，谢谢谢谢，拜拜。在做一个节目啊，我现在人就在东区，我叫黑马。没有没有，现在没有。我带你去啊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。好啊好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你好，请问一下，你们店现在有没有？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好，拜拜。我要上班呢，对不起。我去你上班的地方啊，带去啊。你骑黄牌的，我找到一个女生，她都骑红牌，然后又很漂亮。单身对不对？哎，有车子，先。好，拜拜拜拜，这里这样演出来像什么老单身？啊，不能配合演出了，一定要单身，一定要单身，不是配合演出的，就是他真的也想要找对象的。我是黑男，现在店里有没有那个？好吧，谢谢谢谢谢谢。黄先生吗？好啊好啊，我跟他联络。喂，黄先生，喂，黄先生吗？对啊，我是黑男啊。对啊，你单身对不对？你现在有空来东区一趟吗？现在马上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地址就是那个 Zara 前面。哇哇，好棒哦！好，很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文心。文心哦。那你做什么职业？轮胎城的技师。哇，所以你就本身就是很喜欢车哎。对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坐机车。轮胎的手就会这样，对不对？对、啊、因为你要拔来拔去嘛。对、啊，就经常会受伤，就是。到现在会受哦，这个是怎么受伤的？烫伤。是排气管。引擎。哦，引擎啊。对，我把女生带出来，你等一下，我不要下车，不要下车。他到了，他骑一台 R3，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个车。R3。真的好啊，我们去看看他。拿好他
很像说他在轮胎城。啊，我在那边租车哎、欸，我该不会认识他吧？真的假的？好，现在在我右手边是我们的文心，181公分，那目前是在轮胎城当技师，对不对？對好，那在左手边是我们的什么平？梦平。梦平。对。那是重机爱好者，也是在轮胎城租重机的。好，那我现在数到三，说不定你们见过了。我现在数到三，你们就来转过来面对面先 high five 好了，因为他的手刚弄机油，好不好？来啊、哦，一二三 ，go！ high five high five！ 有吗？才有。你有认识是不是？有知道？对，因为才出去骑过车。真的假的啦？啊，你们不 high five 一下 ，high five 一下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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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那他骑得好吗？算还 OK 啊，真的假的？他也是骑速度的，因为我刚才跟他说有一个人骑速度，他说他也是骑速度的。没有，跟他比起来，我算是小儿科。真的假的？他最近才在想要组一台车出来而已。磨手肘。磨手肘是什么意思？就膝盖，一般别人不是膝盖会去碰地板，然后手肘会一下。真的假的？就像那个卡普通，是吗？那叫卡普通吗？我不知道。就是他那个是像音这样的，对不对？有点像 MotoGP 啊 ，GP 啦 ，GP GP， 对，很好很好很好。你有骑过这一台吗？有，我有骑2019的。哦，那这是几年的？这也是2019的。哦，这也是2019的。啊、有改过。哦，他有改过。他这一台车改的算 OK 吗？我看不出来，我不会，我不太会看。我不太会看。你有几台？我目前就两台。两台啊？那你有几台？没有买。没有，以后要买。要买可是养车很麻烦。哦，养车很麻烦。我不会骑那个通勤干嘛？就是只有假日休闲。哦，骑休闲。对啊。上班。所以都去他们那边住。哦，你就骑这个通勤嘛。对。哦，可以。那你这个有办法借他骑吗？可以啊。绕一圈、啊。真的假的？他不是你的老婆、哦。这是其中一台代步。哦，其中一台代步。好了，你们没有加赖嘛？对不对？对。你看，这个是缘分。我打了多少通电话才找到一个单身的人呢？对啊，好不好？你们加个 line 可以更熟一下、啊。你很像发豆哎、欸，我现在有发现，有没有有点像法国斗鸟犬？好啊，恋爱的感觉了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对啊，他是机车爱好者，那平常休闲娱乐都很单纯，把机车当运动。啊，有空可以多跟他介绍一下什么车适合他，啊，保护他的安全，这样你就有机会了。好不好？好，好啊，好，我们打个分数，一到十分，好了，我请女生先给，差不多7分。哦，7分也还可以。我觉得他很老实。对，而且我觉得他很诚恳，很努力在工作上面，所以我觉得可以啦。对，都多认识。对呀、啊，好啊，我去问他。好，8分吧。哦，蛮好的，为什么会给八分呢？实际上我觉得他看起来是算还不错。嗯。骑车上面也算是蛮单纯，对对，就而且生活上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。哦，对，好啊好啊，蛮好的分数，那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认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回来回来回来，因为今天有机车互动，可以稍微不一样。你说孟平，这一台车是我送给你的礼物。好。然后你那时候来，我帮你戴安全帽，然后就把钥匙给他。然后就他就骑走，这样好不好？孟敏，这台车是要送给你，对，那什么时候可以过户？你说我帮你戴安全帽，我先帮你戴安全帽。好，来来来来，天哪，好浪漫哦！小心哦，小心哦，耳环哦，有没有注意哦？会不会有耳环？小心小心！天哪，吓到我了，会不会很痛？不会哦，哦，吓死我，吓死我！加油哦，加油！我跟着你跑。OK， 往哪个方向？我们骑去 Zara 呀，前面。我靠！我的天哪！你等一下停在那边，我要帮你拍照，我要帮你拍。哇！
拍一张照。来，三、二。